伊的甘蔗，紫色的，啊，咱的甘蔗，黑色的。我一般吃拢是这嘛，对对。啊，你这哪？这个是我们专门在制糖用的甘蔗。我跟你讲啦，黑甘蔗呢制出来的就是黑糖，白甘蔗制出来的就是白砂糖，就是这样子。哎哎，好扒嘞，好好好，快点快点，扒嘞！快赶紧，你都讲哪？你都讲哪？本节目由鲜一杯南非国宝茶冠名赞助播出。